好啦，呢一题咧谈愤怒咧就系2017年嘅 DSE 嘅题目嚟嘅，咁咧系一篇议论文。写议论文咧最紧要就系话，一开始嘅时候你有冇一个论点系好清晰咁样反映到你嘅立场嘅？咁我哋睇下第一段会唔会揾到呢一个立场喺度？咁咧同学咧喺呢一度咧就系讲啦，呢一个嘅愤怒咧其实系有一定影响嘅。愤怒你系肯定咗佢系一件坏事，咁咧呢个系你嘅第一个嘅观点。好啦，跟住你嘅观点就接住落嚟咧，就系讲咧，你系认为咧，只要妥善处理咧，愤怒咧其实系有佢嘅嗰个好处喺度嘅，就系可以令人觉醒啦，令人振作啦，令人重生啦。咁所以咧，总嘅观点就系话，愤怒呢个事实咧系冇必定嘅好与坏嘅，就系睇你点样去看待佢啦。咁所以喺呢一个嘅总嘅第一段嚟讲咧，系会见到同学嘅论点系清晰嘅。咁論點清晰咧，喺議論文入邊咧就見到咧係審題咧係適切噶啦，咁咧就冇咗一個離題嘅嗰個嘅憂慮喺度。好啦，咁再嚟睇第二段，第二段咧同學咧就講咗咧一個嘅例子，就係講咧劉備佢喺臨終之前嘅一個因為憤怒而作出一個錯誤嘅決定，咁導致到佢咧就係咧戰敗嘅。咁呢一個咧你係講緊咧憤怒嘅壞處。咁呢度咧憤怒嘅壞處咧，你係講咗咧係壞事嘅。咁咧變咗咧呢度咧係回應到前邊嘅嗰個關於憤怒係壞事嘅呢一個論點。咁所以呢一個嘅論句咧係適切嘅，係句啱咗嘅。好啦，咁但係咧，雖然個例子係好嘅，個分析咧就似乎係弱咗啦。個分析咧其實咧嚟到呢個位咧係講緊劉備佢個處理嘅手法，咁咧就係錯咗。咁所以呢度咧其實咧建議咧係補翻一個嘅小結。去講清楚咧，憤怒咧，當你處理得唔好嘅時候咧，佢嘅嗰個嘅後果係好嚴重嘅。好啦，咁所以咧呢一度咧就係嗰個分析咧係欠妥當，唔夠嚴密。咁其實議論文咧好著重嘅咧就係睇你嗰個論證嘅過程咧係唔係好嚴謹。咁喺呢一度咧見到有論據，但係咧論證咧就唔夠嚴密。咁呢個位咧就可能同學要留意翻啦。好啦，跟住第二个嘅论据咧，咁其实咧作者就尝试去揾一个嘅呢一个嘅愤怒嘅好处，咁咧同学就讲啦，啊愤怒咧其实系伸张正义嘅一个嘅条件，咁样咧就系、是、你嘅分论点啦，就系讲咧愤怒嘅第一个好处，佢系可以伸张正义嘅。好，咁好啦，当你处理好嘅时候。这个伸张正义呢，咁同学呢就係、是、用咗最近嘅呢一个逃犯条例作为一个例子。咁样呢就係讲呢係愤怒嘅嗰个嘅民众呢就係、是、对政府嘅一啲嘅執法呢就係、是、或者係一啲嘅判一啲嘅政治嘅一啲行为呢就作出咗一个嘅解释。咁呢就係、是、去论证呢愤怒呢係会令到呢个社会呢係有公义嘅。好啦。咁呢度個例子咧，就係、是、想俾同學一個建議，就係、是、話你寫議論文咧，如果係你用政治上嘅新聞咧嚟到去做例子咧，其實係有一定嘅嗰個嘅風險喺度嘅。咁因為政治嘅新聞、政治上嘅東西咧，佢好複雜，亦都唔係咁容易喺一個咁短嘅篇幅入邊咧可以解釋得好清楚。咁同學咧，如果係想用呢一種類型嘅論據咧，其實係可以用一啲即係比較上古舊一啲，譬如話我哋多數係用50年為一個時限，50年之前嘅嘢，我哋會有一個定論嘅，咁變咗咧資料亦都係豐富嘅，咁所以咧好多時咧我哋就會用古代嘅例子啊，或者係一啲比較上遠少少嘅一啲例子去做呢一個論據咧，嗰、那個嘅說服力同埋嗰個嘅涵蓋面咧，可能會更加好啲。咁呢度當然啦，同學嘅每一個人嘅嗰個選擇啦。咁我只不過係建議話政治上面嘅東西咧，可能就喺中文嘅 DSE 入邊咧，其實咧唔係太過適合嘅，否則嘅話你會有啲嘅風險。因为你不知道改卷的老师他对看完这一堆的论据之后他是不是跟你有一样 的结论，所以这一道为免这个的为免令到自己有些不是太过
適當的一種的評分呢，其實建議呢都是遠離這個政治會好一點。咁另外啦，就下一個嘅例子啦。咁同學咧就講咗呢一個嘅呢一個秦末嘅時候嘅嗰個起義。咁咧就係講咗呢一個陳涉起義。咁呢度咧就係講咧要立志。嗱，你見到開頭呢一句立志，其實咧就同嗰個嘅憤怒咧有啲唔同噶啦。咁變咗咧呢度咧嗰個嘅有個機會咧就會有偏題啦。因為那個的分論點和憤怒的關係呢不是很大，憤怒和志向其實那個關係你是很難去展述的，所以呢這裡呢見到那個例子呢其實是、基本上就是說呢、這個陳涉就是被激將或者是被 激憤、啊、激到他呢最後呢就憤而抗之這樣。這個陳涉的例子都可以說明呢憤怒呢其實是在陳涉來說是推向成功的補給品。你要解釋這個的也是一個的論證，為什麼憤怒會是這個陳涉他推翻這個的秦朝的一個補給呢？你要說明這個、陳涉他本人的性格，還有他在這個受到的各種的委屈而導致到他是產生了這一種這樣的、火，這一團火可以幫他呢是、推翻即推翻秦朝的暴政啊，咁样样，咁所以咧呢一度咧就系、是、都系欠论证啦。好啦，跟住啦，咁咧最后咧，同学咧就举咗一个咧自己六岁嘅时候参加音乐独唱比赛嘅时候嘅一个例子，去说明咧呢一个嘅愤怒咧系会令人咧净化，其实就唔系净化，系会帮人哋去平静落嚟。愤怒点样可以令你平静咧？呢、這个位咧亦都系解释得唔清楚。而且找自己做例子呢，那個說服力都是不夠的。那這些呢就是那個成個的那個論據呢顯得呢就是有些弱了在這裡。好了，那整篇文章下來是有幾個的例子，有四個的例子。那然後呢是會最後呢有一段的那個的結尾啦。結尾呢就是總結啦，憤怒有好有壞，那呢控制情緒是一種學問，就並不可以收放自如。這一度其實那個觀點呢就是回應前面第一段的，所以呢其實都做到首尾呼應的。好啦，所以在論證這篇文章裡面來說呢，就是會見到呢同學那個分論點之間呢那個關係不夠密切，那呢沒有一個一遞進的關係，也都沒有一個不同的那個的、角度在這裡的，所以呢分論點之間呢其實是應該是有一個的聯繫的。咁呢度咧就係、是、見到嗰、那個組織咧，其實唔算葉問。好啦，咁呢度咧就係、是、同學要留意翻你嗰個文章嘅嗰個框架啦，就唔夠清晰。好啦，咁所以咧喺呢篇文章入邊內容啦，咁基於你係有四個例子啦，亦都係有自己嘅論據，亦都係有呢一個嘅論點，亦都係清晰嘅，咁所以內容咧就會俾六成分啦。好啦，咁喺文句上邊咧，同學係都係清晰嘅。都是这个文从自信的，也都是有一定的这个句子的通讯在这里，所以给六成分。好，那跟着呢结构那里呢，那刚才都说了，因为结构呢其实就是、有首尾呼应啦，那、但是呢那个分论点之间联系不够密切啦，内容那里呢也都是显示出来呢比较上是琐碎啊，那所以呢就是给十二分。就字體那裡就是六分啦，所以呢這篇文章呢我會給六十分。六十分來說呢就大約是四級，如果是想要五級的話呢，就建議在分論點那裡是要做一點的功夫了。譬如說你在這裡呢，你有一個這樣說，你在第一段裡面你就應該是說了，其實你說只要我們妥善處理，它就可以令我們覺醒，令我們振作，令我們重生。那你可能在這裡呢，我們就會將這個的分論點就可以呢作為一個的結構。好了，可能在第一段就是維持你的這個關於壞事的這一部分。好了，那跟著呢在這裡呢第二個角度呢，你就應該是呢講緊這個可以令我們覺醒覺。好啦，醒覺呢個位呢其實可以係用咩例子去論證呢？
咁你都可以用一啲政府嘅例子嘅。我将你嘅 PPT 文章我重新列一个结构表俾你。首先你咧第一段，如果你想写成一篇五星嘅文章，五级嘅文章，第一段你就确立你嘅中心论点啦。咁你嘅中心论点咧就系话，愤怒咧系会有坏嘅地方嘅。咁然后咧，愤怒咧系需要，如果你妥善处理嘅话咧，系会令到我哋可以咧有觉醒嘅。咁呢个系你嘅分论点，妥善处理咧可以觉醒啦，可以振作啦，同埋可以重生啦。好嗱，咁咧就将佢嗰个喺第一段入面，你已经将你接住落嚟要处理嘅每一段嘅分论点咧讲好晒啦。OK， 好啦，咁跟住第二段咧，你就先讲呢个分论点咧，你就系先讲呢一个嘅愤怒嘅坏处。咁佢个坏处头先讲咗啦，咁咧亦咁咧个例子咧论据咧就系讲刘备呢件事。咁呢个例子系啱嘅。好啦。跟住第三段咧，你就开始讲咧呢一个点样去妥善处理嘅呢一个嘅方法啦。因为你嘅分论点系要讲点样妥善处理啊嘛。好啦，妥善处理嘅第一点 A， 点样可以令到你觉醒咧？好啦，咁跟住咧就系讲呢一个嗱。如果你真系要讲政治嘅嗰个权力嘅话咧，咁你就可以讲唔同嘅政府，唔好净系讲香港政府，可以讲法国政府，佢哋处理黄丝带运动嘅时候系点样嘅？可以讲台湾嘅呢一个嘅太阳花运动系啦。跟住咧就再讲埋香港，你千祈唔好净系讲香港，你讲晒全世界，咁咧就冇得好觉得你系有一个嘅偏颇喺度嘅，就系讲一个。一個人民的覺醒其實是因為很多時候政府可能做了一些事情是令到人民想去提醒他們你是要處理一個對的東西，給一個好的一個生態給一個民眾。所以你要講這件事你就再舉多兩個例子，變成你這裡就會完整了。好了，跟著第三段你講完就講妥善處理的第二個方法，第二件事是怎樣令到你那個振作了。咁振作嘅例子咧，其實你可以講翻你原先嗰個嘅，講陳涉。咁咧，陳涉呢、這個陳涉唔講佢哋大宅鄉起義嗰度咧，其實係推翻咗秦朝嘅暴政啊嘛。咁係講陳涉係被激，被呢個刺激激將法又好，乜都好啦，就係、是、被刺激咗之後咧，就係、是、振作啦。咁咪一個例子咯。OK， 好啦，咁跟住你第五段咧，你就係講佢點樣重生啦。當你去做好呢一個嘅憤怒嘅時候，你嘅嗰個重生，你可以咧痛定思痛之後咧，你係可以做一啲乜嘢嘅更加好嘅一種嘅嗰個嘅選擇。咁咧就可能係你要再去選多一個例子，你去揾多個例子啊，點樣可以咧係重生嘅？譬如話可唔可以係譬如話順豐快遞啊？佢哋係原先佢本身係一個點樣嘅一個嘅呢一個嘅送貨嘅一個好細嘅公司，跟住點樣被呢一個嘅刺激之後咧，又再重生啦，最後變成咗全球嘅一個或者係好呢一個嘅好大規模嘅一個嘅公司啦。咁你變咗你嘅例子咧，有個人啦，有歷史啦，有政治啦，亦都係有呢一個社會嘅一啲嘅冇爭議嘅東西。咁呢度咧就成篇文章個論據就豐富咗啦。好啦，跟住最尾嗰段啦，最後嗰段咧就第六段。第六段咧你就可以咧再去重申你原先嘅嗰個嘅觀點，再強調翻咧你所講嘅憤怒咧，其實如果妥善處理嘅話咧，就可以幫人哋去覺醒啦、振作啦、重生啦咁樣。咁你成篇文章咧就會成。篇文章的角度就会是丰富了，然后你的论据呢也都是多角度了，是好过只是只集中在一两个的人或者一两件事上面。那最重要就是你第一段的那个结构要清晰，你已经是知道了成篇文章，你看你第一段已经知道你成篇文章接着下来的脉络是怎样，那么落分的时候那个的结构分尤其议论文就会落到去上品或者中上。咁所以咧，記住，千祈你做議論文嘅時候咧，係用角度去做呢一個嘅處理嘅嗰個嘅段落嘅安排嘅，而唔係用嗰啲人嘅故仔，
呢啲人嘅故仔只不过系其中一个例子，唔好用例子作为你分段嘅嗰个嘅构思，系用角度去做你分段嘅构思，咁你嘅嗰个议论文咧，先至会显示出嚟一种嘅嗰种嘅条理喺度嘅，组织好紧要咯喺议论文上边，咁所以呢、這个系如果系你咁样写嘅话咧，就相信系会清晰好多啦。